今朝咧，我系去咗两个基层家庭啊，去探访佢哋嘅。咁我系好理解佢哋面对嘅一啲生活嘅困难，特别咧就啊，单亲妈妈咧系解释咗俾我听嗰个居住环境嘅细小，以及佢哋活动空间系非常有限。咁所以喺房屋方面咧，我知道市民喺呢方面嘅係需求係好殷切，希望盡快可以幫佢解決呢啲問題嘅。這個我係聽得好清晰嘅。房屋問題啊，係香港解決多類問題嘅重要嘅鎖匙嚟嘅。因為房屋問題除咗係居住環境嘅問題咧，亦都係一個貧窮嘅問題，亦都係一個社會怎樣去分配資源的問題，所以房屋的問題的解決是重中之重。希望呢就用这一星期的时间呢把我的正纲完成之后呢，就有更多时间可以到不同的社区去接触不同的人士。